现在我要给大家露一手，我给大家做到中国菜。我先不告诉你们这道菜的菜名，我做给你们看看，然后等一下，然后请你们猜猜我做的是什么？猜对了，我会奖励大家的，努力啊！等一下，这是招财果。这是油，这里有几个蛋蛋，这里有这个西红柿，这是盐、胡椒粉，还有辣椒。我需要点帮助，李老师，你要帮我把这两个鸡蛋打到碗里吗？可以吗？这就是这样，你太棒了！你还会做中国菜吗？我不会。我是开玩笑，你当然会做中国菜。好，先放一点油，好，再放个打好的鸡蛋，放在一点盐，不要放多，北京人讲话，盐多了。我死人，然后胡椒粉、西红柿，好，我的菜做完了。哎呀，我的菜怎么看起来是到以色列菜？我本想做。西红柿炒鸡蛋，但是现在上了shakshuka。对，中国人的西红柿跟那shakshuka有什么不一样？不都是西红柿加上鸡蛋吗？所以我这道菜其实中国菜也是以色列菜。那我们给这道菜起个新名字，有什么原因？